如果您有200块，您盘还是不盘？废话，关键是我没有200块。那如果您有200块，您到底是盘还是不盘？盘。盘是吧？对，就这么定了。200元整。给我！好你个程一志，你背着我藏私房钱是吧？你吃饭硬了是不是？啊！冷静。哎，红包！哎，来，子清，生日快乐！谢谢您。我看看包了多少。干嘛抢我红包啊？你包了这么多呀？去年我生日他给我600。这今年涨价了，不是？明年你生日，也涨价啊？真的？真的。